那刚刚特别注意哦，开发人员这一定要叫出来。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哈，录制去其跟把剧集做执行哦。那特别注意啊，你录完的东西会放哪里哦？接下来请各位看一下，开发人员前面有个叫 Visual Basic， 那其实呢，我们这个课程的重点就是VBA啊，其实主要就放在这个 Visual Basic 里面。那你可以把它点开来，点一下，哎，你会发现它跳一个东西出来了。 这个东西会把那个你原来 Excel 的东西盖掉，其实你可以移动它了哦，然后甚至你可以把它往下稍微缩小。我的习惯是把它打开来之后缩小啊。我们程式写在哪里啊？特别是要写在这一个它这个画面的左上角这一块叫做专案的下面。那请各位看一下程式放哪里呢？放在模组里面。所以模组你可以展开来，这边有个模组 Module 1。 点两下，那我们的程式基本上呢，就放在这里面。那它的结构一定是一个 sub， 哦，其实 sub 就程序了啊，什么程序呢？后面就是我们给它的名字啊。其实聚集在这里啊，有没有手机号码串接啊？会有一个 sub， 一定会有个 end sub。所以呢，刚刚那一段程式的头跟尾就在这里。那清除的话也是一样 ，sub 清除小括弧，然后 end sub 有没有两段？ 哦啊，当然呢，这个地方知道它放哪里哈、哦。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可是我要怎么执行它呢？执行它的方法哦，我刚刚讲过嘛，你可以从剧集里面去找到它执行啊。所以我先执行清除啊，清除执行 ，OK。 不过哈、哦，它有个麻烦的地方，如果你还要再执行输出的话，就是手机号码串接，你变成还要再点一下这个剧集，那所以呢、哦。 相对麻烦，那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呢，我希望哦，可以把这刚刚这两个剧集，把它变成两个按钮，然后呢，可以这个两个按钮呢，直接就放在哪里呢？放在我们这个工作表的右边，比较顺手按下去的地方。那可是我要怎么加按钮啊？接下来重点来了，如何把刚刚录制好、正确可以被执行的剧集啊，变成两个按钮？ 那这两个按钮怎么产生呢？特别是一，请各位找到哈，在一样开发人员录制剧集的右边这边有个插入，插入地方特别重要，找到有一个按钮，它会是在左上角的第一个。OK， 好，就在这里。所以如果你要产生按钮的话，哈，记得哦，在就是开发人员应该就是刚好在这个位置啊，开发人员的下方有个插入。 然后呢，它的左上角就会有一个按钮，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那我要怎么样把刚刚录好的两个按钮变成录好的两个剧集变两个按钮？一，请你点选这个按钮的地方按下去。二的话呢，拖拉，拖拉就是有点像那个小画家嘛，点住它哦，向右下角拖拉。哦，我做一次给各位看哦。好，点一下这个哦，开插入这个按钮，好，按一下。 接下来呢，请你把游标放在，也许这一栏哈，这一栏这边。那这个时候它是十字哦，请你按住不要放，向右下角拖拉。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长方形的范围出现，你只要放开呢，这个范围呢就会变成一个按钮。所以你要大一点的、小一点的自己调整，大概这么大好了。放开，放开之后的话呢，哈，它会先出现一个问题说，哎，先问你一个。 你请问一下，你这个按钮将来按下它之后呢？你要执行哪一个剧集啊？哎，那我就是按下它，我要去执行什么？手机号码串接这一个。OK， 那接下来请各位注意一下哈，上面这几个字，请你把它复制一下。为什么要复制啊？待会就知道了。先把它复制，反正就选这个，然后复制上面的，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呢，按钮就出来了，有没有？ 但是它上面的名称叫按钮一，可是呢，你按钮一这样名称怪怪的，所以什么？我刚刚不是有复制吗？请你把刚刚复制的那几个字哈，贴上去。哎，对，贴上去。Ctrl V。这个时候的话，你把游标移开来，这时候就完成一个。啊，另外一个也是一样，再插入一个什么？这个按钮，然后呢，在底下再拉一个，最好一样大的哈。 然后呢，一样清除，选它，然后再把清除两个字复制一下，然后按个确定，再来怎么样呢
把游标再点一下按钮二哦，然后把清除两个字贴上 ，OK，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大功告成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不需要再到那个句子里面去按按钮了、啊，哎，你只需要怎么了？直接按清除。哎，这个时候呢，这边资料不见了，再按串接，哎，自动完成了 ，OK， 所以哈、哦，这个地方的话，请各位就是。这个把刚刚录制好的句集啊，有两段嘛哈，把它就把这两段东西啊，再把它变成两个按钮，好，就完成我们这个录制句集第二个要的啊。以后反正只要你重复做的事情哈，啊，你就录制句集，然后变按钮，这样的话呢，哎，你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烦了，有没有？重复的事情你就不用再做一遍了，把它按下去就好了嘛。哎，那工作起来其实就非常轻松了。以后你的工作就是做按钮。哦、甚至呢，刚刚跟各位讲的就是说、哦、在 我有个就是学生在这个、他的工作现在就是主要就是做按钮给其他人用，因为很多人不会写程式，他就把别人每天做的事情做分析，然后把那些工作呢、哦、自动帮他完成，啊，剩下来不能用人工的方式再接着让对方、哦、继续把它完成，哎，啊，但他们老板就觉得哇，这太棒了！为什么？大大第一个减少那个什么重复做的那个时间。第二个的话呢，那些人本来要花一整天的时间，现在都不用了，哇，只要花个这个很短的时间，自动就程式写完了嘛，所以下一次就按一下，自动事情就解决了。啊，那些人就可以把时间真的花在哈、哦，真的在。啊，也许电脑没办法真的完全代劳的事情啊，哎，就可以多很多时间。那相对的，他们公司的竞争力也会比较强。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哈、哦，试着把那个如何把录制句集再变成两个按钮，按下它。好 ，OK， 试一下哈、哦。